原创大型国防教育节目《真正男子汉》第二季，近期正在如火如荼的录制当中。9月20号，有网友在微博上抛出了一张疑似嘉宾考试排名的照片，引发了围观吃瓜群众的热议。9月21号，本狼从《真男二》相关工作人员了解到，这只是众多测试中的一次小测试，具体是什么，大家看节目了。而且飞行员的选拔用万里挑一这个词毫不夸张，每一位飞行员都需要经历体格检查、心理选拔和政治审查等100多项重重考验。据悉，这一季中的每一位空军新兵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。节目组还向本狼剧透，为大秘密，这次在部队十分能吃苦，敢做敢片，想挑战不一样的自己。大白羊除了在水里霸气十足，还上演了惊心动魄的高空引体向上，天热度听起来都超级期待呢。还有耿直 boy 黄子韬、超级辣妈佟丽娅、体能担当蒋劲夫、和蔼可亲的村长李瑞、努力上进的迷妹沈梦辰、拥有傲人长腿的张兰心，都在节目中有着让人惊喜的表现。粉丝宝宝们不要太着急了，就坐等正片的精彩画面吧。悄悄的告诉你们，我大芒果 TV 可是全网首播，芒果捞新闻给所有的男子汉们都比个心，报道。